我家那小子本周继续开播。本期陈学冬回忆过往旧事，一席话更是引发网友对他跟大一关系的讨论。作为主持人，自然要紧紧抓住节目的主题，突出妈妈们的苦心。李维嘉这一点倒是做得不错，但大张伟今天的表现却有些异常了。节目中，陈学冬大胆透露，当年大姨是不同意自己学唱歌的，因此陈学冬根本没有钱来交学费。听到这话，网友疑惑了，难道大姨对陈学冬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温柔？对于陈学冬的表述，大姨坦言最开始确实不给他学费，因为觉得唱歌没什么前途。当然这也是作为父母的正常反应，没啥毛病，但陈学冬依然坚持要去学唱歌，于是二人约法三章，如果陈学冬考不上就得回去跟大姨做生意。那么在当时来讲，大姨也是为了陈学冬着想，出于好意，但当时因为陈学冬还小，因为大姨的不支持却产生了误解，可能在他心里会认为大姨已经不支持他了，于是后来才一声不吭跑去拍广告凑钱交学费。这件事大姨全然不知。将大姨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陈学冬对于这件事至今仍然耿耿于怀，大姨也因此倍感自责。其实换个角度想想，大姨也没有必要自责，因为站在家长的立场来讲，大姨的思想是属于正常思维，并没有不关心陈学冬，反而是在为陈学冬的前途担忧。李维嘉如何不明白这个道理？赶紧帮大姨解围，让观众能够理解大姨的苦心。其实李维嘉表达的意思很简单，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自己喜欢的并不是父母支持的，这样的情况很正常，因此观众也不要误会大姨的做法，因为大姨的做法就是一个普通家长的正常反应。李维嘉为了印证这个事实，突然示意大张伟，你父母呢？大张伟，要知道大张伟就是乐队出身，李维嘉理所应当就想到了大张伟，如果大张伟父母也反对，对于观众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李维嘉叫大张伟的时候，镜头拉近大张伟，观众却发现他正埋着头，似乎在看什么。要知道现在可是录制现场呀，所有人都在仔细听着每位嘉宾的发言，唯独大张伟埋着头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呢？有趣的是，当李维嘉叫大张伟的时候，首先是说你父母呢，接着李维嘉发现大张伟低着头，于是提高音量大张伟，此时大张伟犹如受到惊吓一般突然缓过神来，大张伟如此反应看来了应该是走神了。看到这里，不少网友表示，虽然有李维嘉坐镇不用操心，但也要注意力集中啊。